欢迎大家来九二星星秀，然后蓝豹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你们主播一飞 ，Hello， 我们就见面了。你总是会感动，下面给你们跳第一个舞蹈。我只要你，往后余生，终生是你，真话是你。记得点下关注哦，乘客们，我们跳第一个舞蹈。就往是你，自己冷暖是你，目光所至。去看晴空万里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。往事匆匆，你总是会感动。往后的余生，我只要你。往后余生。再给你跳一首恋手，春去白了，花发落寞了，思量
剪下一缕愁丝，折磨让人忙，竟人断了肠，今天歌一闪到紧死了，好尴尬哦！差点把衣服给闪下来了，这真是太闪了。还有最后一个舞蹈，我觉得你们都不太喜欢古典的，古典的话跳不好。再连跳最后一个，然后喜欢我就点一下关注，明天再给你们跳解释的吧。然后喜欢就点一下我的关注，还要点一下二麦。一麦二麦的关注，
都点上。先三哥，再给你们调一个。对啊，古典舞不是很熟，但是蛮喜欢的。再给你们调最后一个。发现你们都不什么喜欢古典舞，都喜欢那种现代的牛仔裤的紧身的，是不是？还有22分钟，不，还有22秒了。然后喜欢记得点一下关注。没有，刚刚那个地板被挖了。然后下面有请下一位主播，然后我们明天再见，明天给你们。